安局呼吁，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4条第二项之规定，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行经行人穿越道，有行人穿越时，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，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之罚款。同条B三项之规定，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行经行人穿越道，有携带白手杖或导盲犬之视觉功能障碍者时，不暂停让视觉功能障碍者先行通过者，处新台币2400元以上7200元以下之罚款。请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，请务必提高注意并礼让行人，以免造成憾事发生。